心有明啊，这个意表示咱顺道转来，这个心啊，是咱归元，这个原体，上天爱向咱的顺意啦，接回天空，咱的心。对着先天的本性，咱有原体落心，直达这个天元，显露心清啊的本意啊，是咱顺着通灵的天性啦，无让啊。又顺咱的心，咱有这点灵气，顺着正法的性，灵魂的天性，归落来顺家的心定啦，对着先天的气，咱爱定住。原体的心，无形的天界，落伫正法心在啊，是咱无啊这点心，咱有清落心明，这是清体原灵。阿母啊，来讲心清清，有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咱才有这呢啊顺的天性呢。上从这点地，落地清净啊，这条心，我有原体无牛性啊。来现的这呢啊静，顺着一条灵性啦，我才有这呢啊稳天性，真理的天界，乎伫正法这个本性，是咱一点。先天性，我恢复这么稳的心，是咱一点气啦。我爱落地清楚的心，上从这点地，爱咱定调的这条心，是伊。正法的天性，阿母啊来讲出定的心啦，灵魂的天性，只有来讲着现，是以正法这点气，咱有无娘啊，这呢啊顺序啦。灵魂伊个天灵，只有来讲着安静啦，是咱无啊这点缘，咱爱现个清咱个心，灵魂个天界啦，落伫一点正法自在。是咱保留这个天地，予我对着心明啊的心气，上从这条灵性，现伫咱的心啊，这呢啊顺定啦，灵魂伊的天权，爱咱见无啊心静啊。
是咱一点先天命，带予咱法界落天神灵魂的天意，灵伊会行出来啦。这是咱注定这个天性，心中啊，这尊神明灵魂的天理，恢复正灵啊，咱的性啊，是咱这条清澈的天神，咱就行咱的原形复本，常常爱咱归依，倒转来团圆。圆满、完全、齐整，这个性啦，上天的灵性，符合咱的天性，这是母娘啊的天理啦。我有清楚这条心，雷电的天意。普咱正法正天神啊，这是清澈的天，咱带有原体母娘心，有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咱才有原体合神，是咱这点灵魂。见咱前这条心，真灵的出现，咱来见母啊通灵啦，是咱有的这条灵魂，要来讲到现这呢啊顺，是咱有无一点理，爱咱带有清净。现世神，这是清楚的天界，附在咱这点清净的原来啦。有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带咱安定这尊神灵魂伊的天界，附在这条清净的自在。这是咱的天元道心，爱咱定住显明啊，灵魂的天意啦。我来讲到定住咱的心，是咱这点灵魂的天性，打通原始的心。是咱母啊，这点理，我爱清灵落心，对着先天的本性，咱带有原天的清净，是你以这条灵源的天，我再来讲顺甲这呢稳的性啦。上苍伊个雷电，我只有传我即马即个心意啦。有咱雷电即个音声，我再来出神啦，来讲话啦。这是咱个雷电说法啦，真灵即个天意，落伫清净即条心。灵源有咱回庙，转到清净这条心。我母娘啊，即天去啦，带咱顺家这条心性啦，是咱有母啊这条天灵，我才有这呢啊顺家的心情啦。拢是吹出来，这条灵性
掀开咱的本性，是咱一条先天理，伴咱遮尔稳定金宝啊的性，有咱这条通天性，灵魂的天意啦，我有主要回庙啦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性，顺着元天的心，我才有金宝啊降这条灵魂，上苍的天意向咱悬悬这条心，是咱找出着先天命，附伫咱原始这条灵魂呢，是咱有运这根气，带咱现当当这条灵性，这是清楚的天性，附伫咱遮尔顺的愿意。上苍这个天愿，爱咱普现世性，是咱一点理啦。我来向着清楚的心，你有顺着现出来的心，我才有母娘啊，这条灵性啦，是咱跟随母娘的后边，咱要照母娘的脚步形影，倒转来归元，这个真，是咱合神，甲母娘啊合体合意啦，真灵的天愿，落伫清楚这条心意，上苍这个灵性，爱咱直通无形心，这个心本来就无形体啊，只有咱的心清清，这个原性呢，原性只有共心嘛，无其他的心，是咱这点清楚的天意啦，中心点就是天主啊，咱的心的主宰、主定、主意啊，咱照着实际，母娘啊，伊的灵性，天公的指令，真源的天理啦，降落清楚咱的脑神，铺咱这条先天命，带予咱的原体落心意，是咱一条正法心，咱照原体无牛性，这是清楚的天界啦，铺伫咱的脑中心内，灵魂伊的天性掀开啊，咱的自己心对本心，这是小本的心啦，天是大本啦，个人是小本啦，这就是咱的本性啊。即马咱咧善用，是咱用会出来这种妙法啦，神奇嘛，特殊特定，真灵真意的天，咱爱顺着无形的性，是咱一条通法界，落伫清净中，咱的心意啊，有咱归元无牛心，来到这么稳固的性，伫通咱的天界，护伫顺母这个自在，
这是一点清楚的天性啊！母娘予咱有顺的心、灵魂的天意啦。我来讲着静出现世心、无形的天元，来讲着清楚咱的心性啦。直通这个天灵，阿母啊现甲这么顺的心定啦。你定条条心就袂有走出去啊，搁有歹习性，搁去惹是非、生烦恼，心袂自在，顾袂调。咱这个心所看的、所学的、所想的，这种无明，来产生着咱一世人一大艰难啊！要讲就讲结束啦，这是咱不爱惹的罪过啦，是咱即马要讲的天理得通，咱的脑神啊，静出着原体，啊无啊，这个无形的力量，这就是咱转入清净中、寂静中、涅槃中，这尊神啊，伊的精明、精光啦。真灵，这个天意啦，无形的天理啊，归到现主时的心定啦。我有这条正法通天命，再来讲到母娘的心意啦。你有顺着通天，咱的灵性，再来倒转。天神灵魂的天意啦，落地正法无性啊，转咱有定这条灵，是咱一点气啦。我爱定住咱的心性，发射着这条天理。咱再来兑现清楚的心性，咱有母娘这点原体，再来顺道转来咱的心意，净着你现主时的心，真法的天灵落地清楚这个脑神，有咱无形。这条天性，咱则带有金宝献心，真灵的天理，落地顺定的心意。老母啊来讲现世心啊，有咱这条先天缘，出自咱的心道明。你有一条先天气啦，我再来讲掀开咱的心灵，是咱一点先天的本性，咱才有这么稳固的天性、灵魂的天理啦。我爱有行出清澈的心。得通咱的天性，爱咱处原体的本性啊，是咱主要的天理，是咱转转来无形的原心，这是先天的法界，生出着咱这条清楚的心带掉的啊，这就是天长地久这么久长啊。今日咱爱是这点理呀，啊，进就着咱即马烧烫，这个信心活性啊，真灵的天元啊，无形的心定，是咱一条先天意啦，道家则是母娘心，
随着这点灵气，咱只有掀开咱的灵性，是咱一点先天灵，恢复这么稳定的心意啦。我有这点先天的性，则带有咱老家母娘啊的心。你有这条青天的理，我再来行法的顺性啊，真理的天元。阿母啊，见咱心清啊，我有这条先天意啦，大母老家的心，上苍这个灵性。出自咱的心情，是咱有母啊一条灵魂来讲到先天理。我有对着一点灵性，再来回出咱的本性，是咱一点灵魂的天意，咱再来找出道家的心，直通咱的天元落伫注定这点心，灵魂的天意，上苍这条心灵，我有原体的灵气，转伫咱这么稳固的心，是咱。找出到天灵，阿母啊来讲，这么啊顺的心，灵魂伊的天性，咱只有直转现心灵，有咱一点灵气，好济啊，咱的心性，咱有这条通的天理，咱才会当顺倒转来。规模啊，这个体心圆，拢是一点气，圆润润，咱这条心会当讲是具足、充足、满足啦。灵魂的天理，只有来讲到定心，咱的原形，真灵现在清净中。母娘有这点气性，我带有元天这条灵性，显露有顺的天神啊，真理的天命。阿母啊来讲，上苍的心，咱有落家一点气，再来回母啊这条心。是咱一点正发心来讲到母娘这条灵魂，是伊正发的心，我才有原体阿母啊的心，有咱这点灵源的心，我才来讲顺家咱的心，是伊先天。我来自定心的你，灵魂伊的天命，来讲着行回咱的天意啦，是咱一点先天的本性，带有咱道家的天神，灵魂伊的灵气，咱只有定住。咱的心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源，母啊现伫咱的心稳定，是咱出先天的理。我向的是这条心气啦，凡世间拢是气经条咧，气伫只流通，咱伫只呼吸。
是咱用着这点灵性啦，顺着这么稳的天神灵魂伊的天理，就整个咱的心顺着无性真灵的天意，内定咱的心性，传咱有稳这条灵魂。献甲遮尼顺的心意啦，这是咱处先天的本性。要来讲到遮尼稳固的天神，是咱无形这条灵魂。要来讲到顺加定心法，灵魂伊会出定。咱走无啊，这条灵性，你有一点清楚的天理，我再来行落界圣天呐。灵魂伊的开发，只有咱来讲着顺加，咱的心性啦，啊，真理的本性开发。咱的天性，无啊只有用心来做主，一点先天的理，咱只有叫灵魂这条心意，这点才是咱顺家的心，真理的天元，落伫金宝啊这点性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灵魂，来讲到母娘伊的心意啦。照着天空，咱这点性，咱造母啊，这条元神，是咱这个心内底啦，这个品种啦，这个真性朴，咱爱是道灵。敢若亲像母娘来甲咱做主，咱有这条清澈的天性，金宝也才有这么稳定。这是清净中咱的天界啦，福地正法正神圆灵，这是咱的天元，落地注定这个心意啦。有咱恢复正法正天神，落伫遮尼稳固的心，真理的天元，落伫清净中的天意啦，普咱一点灵魂的天性，我才有遮尼啊稳固的天命。上苍的天意，咱只有净出顺界心，灵伊的天界，只有乎咱的心内在，这是先天的灵气啦。学着通灵，咱的心性，咱有这条正法正天神。落地一点地，咱爱清楚咱的心，得通这个天灵看咱出家的心定。你有这条先天的气，咱再来向出家的心，这是咱的天愿。落家一点气，是咱这条通天的灵性，转伫咱遮尼啊顺的天神，无形，伊只有讲天意啦，上源头啊，未生所生，这点力，这就是咱咧讲的混沌，自开天呐、啊，这个原来能量，是咱。照着
先天的灵性，和本原体啊，咱的母性啊，这是先天的你，真心的修团，真灵本意的天性，开悟转定咱的天性，是以正法这条灵魂。阿母啊，你讲的顺，照着一点气，咱爱直送这条心，真理的天性，开发咱的本性，咱有原体这条灵性，直送咱的天性，无形的天界。咱就落定心来啊，上苍这点地，爱咱恢复天元这点气。你有这尼啊自在的心性，咱再来讲定住元天的本性呐，是咱这条先天的气性。留下来自己的灵性，对着我们的心，这个原精，这就是我们的光华，人说精光、精华、精明，这个内定，你已经有这个电波，出自我们现在这个信号，就是我们现在声音的话，这是表达我们人类，要有这个修通的气息啊。原因，真灵本意的天灵，开悟自己心清。世间呐，只有信家己，你即阵尔尔，心光会过尔尔，这才是咱上实在实力啦。修家己上界标准啦，其他拢是过境尔尔。甲咱教一下安尼尔尔，互咱体会。体会是要创啥？对假，对真侪人讲话，真侪人经过，要入到咱这个心，你定会调，这个真性啊，会当顺天达地，甲咱人会当做伙，甚至于咱讲的话，会当叫醒迷茫者凡人啦，甲修行者倒转来无娘团圆啦。是咱这点气啦，咱无爱来演迄个空炮弹啦，迄就是无用的，多处一致的，放屁搁烫裤的，迄、那个假方法啦。是咱要直通，咱这个心静到咱原来母娘生，迄、那个实心赤子心。真理的天界啦，咱爱定住现世性，灵魂也进入，只有咱用着愿天愿意，更入来咱即马家己的心内底内底做周转，一世人咱的体验，这才验会出来咱一世人的心啦。你惊有倒转来归元无？这个天意啦，本位啊，合妙，真理，这个天性，符合咱的天命啦。归咱有定这条天理，爱咱无形、无形的心意啦。这是清楚咱的天愿，显露一点气境。我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咱走内定，这尊神呐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好在咱的心性，拍通母娘，这条元灵，爱咱恢复通灵这点元性啊。这是
咱的天发神来讲到母娘的天意啦，一条先天的心，咱才有稳定元天的意啦，是咱一点灵性，一口气落灵。元天若有一点气性，我爱遵照献身，这是先天的理啦。我有行好的老母心，有咱一点灵源的天，我才有母娘啊，这么顺的心啦，真源一点气，爱咱定住元天性啦。咱有一条先天的气，落得这么啊顺，真灵本意是天性，开悟转定是天灵啦。咱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爱咱启出元天元灵，是咱一点灵气。最主啊，这是先天心、灵魂的天意啦。我来讲着兑现落界心，真灵的天意啦。来到水母啊的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性，落地这么顺的天神，灵魂伊的天理，爱咱向的这条心意，找出着原装、原形、原神、原意、原味、原心来传达啦，这个天人合意啦。真灵这个天界，附在咱的内定顺性，真理的天元，老母啊，定调咱的心，这是咱清楚这点气，内定阿母啊的心，传落这条灵性，现落元天。无神，灵魂若这么啊静，咱才有顺家，咱的性啊，是咱一点气啦。咱再来讲顺道转来无形的元灵，这是先天的心，并且咱的元性。出现咱这条灵性，入伫清净中，咱的天元啊，无有一点离啦。我有受到先天的气，造一点灵元的灵性，一点先天的本意，咱只有见原始的灵性，上苍。这条天，爱咱行好的元天的心，滋养这个天界啦。我敬先天无性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，和元体咱的天性，咱有一点灵气，来讲到现开。咱的心性有咱这条先天理，咱才带有元天的心气啦。咱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参伫咱这么稳定的天神，真理的天元落伫主要的心。我有一条先天的灵性，再来讲到
现出来的天神，灵魂伊的天界，附伫咱的真理神在在，是咱一点灵气，爱咱定住顺界心。你有遮尔啊明的天元，我再来讲定落来，咱这个心性，请用咱的雷电献到源头，咱的心性，这是主要的天。我再来讲到顺家，咱的心，一条先天的理啦，跟入来咱这条灵。顺着无义，这是清楚咱现主时的灵性，声白咱会当讲的清天理，伫咱这个心，伫咱这个声，有大声、小声、大白、小白、清白、浅白，这就是咱咧共用。你这世人付会掉这个内白。是咱要将着这个真意，腹肚内底顺着天性啦，开着咱这粒鸳鸯的天灵，真理的灵性，咱来到顺母这条心，现会开的灵性，咱才有一点通灵，母啊伊的灵气。只有悟出咱这条心性，这是咱道界天理，爱咱定住现世界圣意呀，是咱母啊一点气，生伫咱在世间的天灵，无形伊的天元，就净咱。这条心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性，悟伫在世间，咱的天命。愿天闹这点气，爱予咱来现顺天神。这是母啊的天理，转咱温和的心气啦，灵魂。伊的天性，只有来讲到这条本源经，是咱这点气，爱咱定住现代的心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理，咱再来向着清净老母啊的原性，一点先天的灵魂，爱咱行的顺。你有这条先天的性，咱再来讲到这么温故的心，这是清楚咱的天性啦。附伫内境，咱的本性，真理啊，手内定，咱家己的这个信任了呢，信仰嘛，是咱这个心中嘛。今咱爱是无心嘛，上界疼咱这粒心嘛，爱咱这粒心嘛，这才是坚固。凡事拢是心为主啊，是咱要找嘛。咱甲母娘上界中心的这粒原性嘛，无分这个性质啦，真理的天元。符合咱的本意啦，这是咱这条先天的性啊，是咱爱行正确的心。我才有原体阿母啊的心，这点是咱的天意。落伫清净中，咱的元神，真理的天界。浮现咱的自在，有咱这条先天的心，咱带有原体阿母啊的心，
这是先天的理啦。我有这点儒家的心，咱照原体无异啦，来做主道灵最基性啦。这是咱的内定明智慧所生的原能，出自母娘这个本意啦，是咱求得回来这个天性，咱不爱直接铺垫啦，要讲出着原体咱这个心行的路啦，尽管这个天意落伫出家咱的心。真理的天界，普在咱这点清楚的心，带有落定咱的天愿，是你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开发咱的神智。我有一点灵气，这世人再怎将着心，对咱这条灵气。掀开咱个人的心，是咱一点灵魂，搁来学着正理的心，传达咱的天界，铺伫这个清楚的自在，是咱这条灵源的天理，母娘啊，掀开个人的心意啦。上苍的天灵扑落来心清啦，我有这条正天的灵气来讲着顺家咱的天神灵魂的天意啦，我来回报的心理啦，做主则是咱的天神啦，落伫顺家则是天神。这是行咱的心，定住咱的意啦。脑海向着咱这个天，是咱直通这个天理，无形中啊，咱见真啦。是咱今啊，这个气场、内场啊，这个天理啦，出家出心，这个天意，是咱。这条先天的灵性，咱会当对着顺家，咱的天灵，无形的天意，予咱清楚这条心，向着咱的原天这点灵性，咱只有来到本源本性，是咱一点理，咱再来向的。道心性，直通这个天愿，阿母啊，掀开咱的灵性啦！这是咱清楚的天性啊，落伫母娘的本意啦。上苍这条灵性，咱爱有顺，顺就是这啦。咱灵空空有哦，第一就是生一啦，开天嘛。福气圣地有哦，一撇开天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啊。一撇就是开始啊，就是亲像天这么清啊，降心啦、啊，是咱这点灵气啦。心中只有亲像天一撇，灵源灵性。归咱灵，现露原天无娘精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带有咱行的上天灵，真灵这个天元，落伫清净中的天意啦。老母啊，爱咱定调咧，这就是咱发下一点清净的天啦。我爱有定住原天的心，这是母啊的天意。咱爱顺道转来青天，老母啊，这条灵性，你只有定住
咱的天神，这是无形的天灵啦。咱爱行的通神，一点清净的天，咱爱现的开，是咱主要这条灵性，是咱向倒转来先天神，这是清楚咱的天界。落地瞬间心，无形伊的天灵，咱只有向这条心，这是天元的正理，参咱顺服这条心，咱有这条先天的气，养咱恢复这条神，这是天元的正理。参咱行回老母啊的灵性，一个通灵这个天理，爱咱向的先天去啦，是伊清楚这条灵性，安稳咱的天神，上苍的天意，老母啊掀开咱的心。这是咱通灵的天意啦，老母啊，行咱这条圣理啦，真灵这个天元落地气场的心，这是咱随着先天意流露咱的天理啦，真元是咱的天性，男心。是要倒转来咱的天心吗？咱是凡人啊，世间伫这粒地球村，咱这个命，咱要归原来无迄个天性啊，是咱照着天意啦，无中生出着咱即马这个灵界，嘛是咱即马这个生命所赋啊，即世人咱要过的使命。代家代命嘛，咱才有这条元天的意嘛，表达着你这世人要倒转的这条路径啊，真灵的天意啦。我爱是雷电无形图所设的，所予我知这种灵感的气场，心才找到啊。咱真正会通天路啊，通天心啊，这个无性真光，顺着这点气啦，明坦坦，咱会当行的心清，无干扰啊，这才是咱顺倒转来啊，无事啊，无心啊，无烦啊，无妄念。上苍，这个天意啦，爱我见母娘啊的原性，是咱这点先天的灵性，随着咱母娘啊这粒元神，灵魂的天意，一个清楚的脑心，是咱恢复这点灵性。这世人，咱通家己的心情，这是先天的灵气啦。我爱来讲兑现，这才是元神。咱有这条清楚的天界，无形净甲咱这个心，照着咱的天意，老母啊，这粒元心元样。这就是真正模样、模范啊！这个模型，咱爱嘛是原模啊嘛，我爱变形、变体嘛，是咱一点灵气，顺着正当、正确，这才是咱的恰当，足顺足歹啦。今仔我就顺母娘，伊教我。这个资源啊，
肉算算，我一点点啊，都未生肉粒啊，生其他无作用的话啊，废话。真灵，这个天元啊，爱咱见母娘啊，心情是咱得通这个天性。金宝啊，爱我找的元神啊，元神就是元样品啊。你照这个样品，安尼来学成啊，安尼来传播啊，安尼来推展啊，安尼来动行来杀啊，这才是实际实了啦。在世间嘛，咱人要做神啦、啊，啊神是袂过节啦。你有神的家，无神的家，开口甲你的精神出来，人就知。这就是咱的智慧有变啦。咱才有先天，这个天光，予咱永永远远这个光芒啦。真理的天元咯，来自显化的心啦。我有带母娘这个天性，咱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天灵，是咱即马做人，你都要甲掀开啊，爱看会出来。读会出来啊，这个科技啊，这才是母本嘛。天公所赐的金光、金光、金身，这种力啦，是咱这点气啦。咱即嘛是西方嘛，白金嘛，就是咱咧讲的，咱即嘛五行。的金嘛，金木水火土的金嘛，五色红乌青白，这个白色的色彩嘛。但是咱咧讲三奇元杰啊，青阳奇、红阳奇、白阳奇啊，白阳真人啊，白阳奇啊，又来到白阳奇买啊。咱伫买啊以前，咱就要修缩咱的体念嘛。咱的佛性啊，这才袂沉沦，才袂落落来。咱这个灵去受伤，变残灵，永永远远拢袂好。这条灵体是咱这点气啦，家己爱自修自悟，咱无爱自残啦，咱是要自行归本嘛。这就是咱讲的通灵啊，灵修伊个原点啊，这拢是原性的啦，天生性的啦，要让咱家道转来合成，真理的天意，落家一世世人，咱的成绩、成就、成功，真理的天元啦，咱爱是顺家这条心。掀开个人的心胸，咱才会当安住先天的你。我对着这么顺的天界，才有这个清净的自在。原天的本性只有悟出咱在世间的心，这个灵感而已，这个气场，这个精锐，这个困。咱即毛疫情就是咧困啊，哦，困伊会当展开有无？会当叹真济啊！双宝娘即个困是祖先的啊，是善好的啊。所以讲，咱要讲的是好的这方面，去掉歹的迄种妄念、杂困、杂病，是咱。不爱有心病啦，当然你不爱有心病，爱老母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传到你的心里啊，你理会到，啊，你听啦，理袂到嘛无效啊，是咱这点意啦。我爱见元天的顺性，一点先天的灵魂。我爱道家师尊。
你有一条先天的气，我再来向这么顺的心，真灵的天界，铺在咱的内定心在啊，上苍这个灵气，爱咱铺的这条心，我有这么啊顺的天性啦，照咱金母降临。真理的天元，显露心这么顺，有咱顺着先天灵，无啊再来讲顺甲这么安平，咱爱是公平嘛，安泰嘛，啊心安就太平啊，母娘爱咱天下平。所以讲，咱只有讲老母娘的圣意，来予众生来听，予伊会当反省反感。世间你毋通暂，毋通直接永远直接住咧，是暂时的尔尔。你莫执着伫遮，伫遮打滚练来练去，到尾啊你也是徛袂住，即个通天跳，真灵。一天意啦，落界心，这是咱一点灵气。世间咱要完成咱的功课作业啊，就是工课啊。你有文的有武的啊，你有百官的有政地啊，种种的工课。你有做茶，你有拍金啊拍铁啊，你有起厝白铁啊，你有灌浆的啊，你有拍地基的啊，你有动模的啊。你有做狗仔的啊，你有来铺路的啊，铺点仔街的啊，来造桥的啊，种种拢是苦啦。啊，这个地表若无互恁用这个三物直接开垦哦，恁人就伤用啊，也咪冤家啊，烧麻烧钱啊，直接争端啊。所以讲。咱要安那打发咱在世间这个时间，要入到这个好的空间，啊，这是修行啊！修行爱入道啊，道爱入性啊，性爱合为天人啊！这是咱的气流、气场，你接会到的嘛？咱的脑神经，你会当经过这个维度嘛？啊，这就是咱的经纬啊，就是咱的天道啊，黄道、赤道啊，这些流星、这些恒星，拢是顺着这个黄道啊，你才袂烧浪啊，是用安尼说嘛，有距离的嘛，但是这个距离伊是永远的嘛，是咱不爱有意外啦，走进去遐的流星有无？啊，来乱着。咱这个动路啦，真理的天界，恢复一条先天的本性，咱也是行回正法。今仔咱人有法律嘛，爱修法嘛，这个律行嘛，律行就是大家拢相共啊，一律嘛。所以讲，咱要照着这个天元老母娘伊所教的方法嘛。今仔咱是咧讲心空嘛。啊，空就是天啊！啊，天你就是这个空会当相通啊，无量的阔啊，无量的天呢，无量的光明啊！啊，这就是咱超越嘛，凡人嘛，仙人嘛，倒转来大圣人嘛，大金言，真理的天意，开发咱的脑智，清楚这世人咱的归依。